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吗？现在如果你没有一张黑背，都没有小伙伴愿意跟你做个朋友。小伙伴想猜一下，评论区打出这个字是天才。我这张黑背的名字叫什么？等我最后视频的最后我给大家看，好吧？谁能猜对我这张黑背就给谁。哎呀我去，小伙伴这是什么呀？赛罗，这不是赛罗吗？哇塞，小伙伴这是赛罗，不许笑不许哈哈，赛罗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为什么在这里？哎，这里还有好多烟卡。哎哎，我不是故意的呀，小伙伴不是故意，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小伙伴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不许笑，不许哈，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哎，这里怎么回？哎，这什么呀？哇，这不是那个十五周年礼盒吗？哇，这个捡大便宜了，我去，这可以啊。好了，现在咱们回家拆卡吧。嘟嘟嘟，加了，回家了，好吧，小伙伴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这张黑背是什么。小伙伴，你们猜对了没有？我在看你们哟，如果你们还没有猜的话，你们评论区告诉我。我现在打开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苹果架儿，小伙伴你们猜对了吗？如果你们猜对了，这张卡就你的哦。好吧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哇，这里面卡，哇塞，这什么？哇塞，小伙伴喜不喜欢这些卡片？都不要了。好吧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五周年礼盒里面有什么？怎么被打开过了？哇，一个金光闪闪的卡册，哇，好帅啊！里面还有这个卡模，可以哦。我们赶紧来拆卡吧，我说又到咱们拆卡的时候了。来，第一包，第二包，继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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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继续，好了，小伙伴，咱们这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，拜拜。